素食好主意，美味有创意。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收看今天的素食好主意。现代的人由于生活品质的提高，常摄取高油高热量的食物，对我们的身体反而造成非常大的负担。所以清淡不油腻的素食佳肴是我们最好的选择，不但可以一次吃到好几种的蔬菜水果，而且借着少油低盐的烹调，又可以保持食材的营养和新鲜度，补充人体所需要的元素。在节目里面就要教大家如何以少油低盐的调理方式，让大家吃得美味健康又幸福。欢迎一起来收看今天的节目。嗨，各位菩萨大家好，现在呢我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一道美食啊，一般人都爱吃的啦，叫做素食蚵仔煎。你看看，其实东西很简单啦，但是大家我看一下，这里介绍一下，这个是那个草菇，以前很大粒的，不过比较小粒，以前很大粒，不要紧，可以泡做饼。然后这个那个羊菇，也就是蘑菇，台湾好像上凉啦，这个是小白菜，然后这个是海苔，就这么主食就这样就可以了。你如果自己要从什么，也可以加你自己想要的菜或是怎么样，我能够用当鹅啦，什么都可以，你自己看。最主要重点在哪里，就是这些酱汁，你看非常的多，对不对？但是这些多没关系，这个家普通家庭都会有的。来介绍一下，这个是太白粉，地瓜粉，甜辣酱，花椒酱也可以，这个纯豆酿的酱油膏，这个是那个味淋，胡椒粉，这个细的米索，橄榄油，就这样而已。它做起来就很好吃。好，我们大家一起来，等一下来看看这道怎么做，你们家就可以吃到素食蚵仔煎。接下来呢，我们一样请到我们的美食专家张师兄，一起来学习的请你来示范这个简单又简单的又好吃的素食蚵仔煎，好不好？算台湾的这个传统的小吃啦，在国民外交叫有名嘞哈。这是用台湾的食材啊，不过因为我们素食的这个好像比较少，那我们今天就来做简单的示范。对对。那主要材料当然是刚才也介绍过，我们这个草菇啊，草菇是较短，因为今麦因为细粒是多一点多啊，但是今麦时间较无着时，咱就要切一个。无着时，佫生只大粒吧？无简单。对。真的不简单啊！对切，好。对，应该嘛，唔免甲现做，安应该有够吧？够，还有那个。羊菇，羊菇安开了，我要给黑蛋也变色。好，起火。这鹅仔煎当然是爱弄平底锅卡来煎啦。对。开始。这蚵仔煎其实重点是别调味料哈，这个酱还有它的粉哦，那当然，想要给你混个调味啦，所以给它调味。其他材料自己可以加没关系啊，你自己随在你要掺什么材料都可以的哈。好，首先呢，羊菇，它大了敢会死？会啦。安尼吼，我是讲当遐无食几个，够亏的。这羊菇若安尼做起来一定好食，因为羊菇生足新鲜的嘛，安尼做起来一定较好。甜度啊，哎，甜度拢有够哈。怎样在那个油里面这样爬来爬过去的？李师姐，我看你对素食这种推广真有心啦。你们刚才分享过，这推广素食，有什么呢特别的因缘无啦？因缘我看你伫那个
四面很多东西做发心的啊。啊，我是有勇无谋啦。那不要、啊、在大师面前真的是哦，不敢讲啦哈。我就是讲一面哈，巧咱就要去掌握，咱就要去推动。一个之前我食素到今嘛哈。是啊。我觉得说真的身体比较健康。比较健康。哎，当然咯。哦，体力也好，体力也好哈。这个吃素的因缘其实是最早以前哈，哦，十几年前吧，足久啊，我未记几年啊。皮肤上面生足侪斑呢，我人家讲，我哦，啊那生足侪斑是袂安怎？伊甲我讲，你若要害无斑，足简单，改变体质。哦，是安尼。改变体质，其实我的切入点是哈。啊，宗教的这个还是第二个、啊、事情是改变体质开始。哇，人家讲你若食素吼，一年了后吼，你的体质拢会慢慢变哈，慢慢变就不会再长出来。我哎、欸，可能我想开始食素哦，啊食素讲那真歹食，啊我实在是哈，变歹食，感觉歹食了。哎，因为未晓做嘛，哈、啊，然后就开始一直熬，一直熬。啊，若倒要去倒教，我就给他抄起来，而且一直请老师来教，一直到处去学，啊，学到兴趣来了。哎，我觉得素食越做越有兴趣，越做越好吃，而且真正的吃上一年以后，哎，斑拢无个细呢。哦，在你 也验证了，这是我亲身哈、啊，真的是亲身哈、啊、经历过来的事情哈、啊，开始是安呢、嗯，啊，所以我觉得说哈。原来素食对人体有这么大的贡献、嗯啊、我答对哈，所以就是答对无论如何哈，发心推广，对对 对, 对，而且不管哈，而且加上我自从吃素以后，也接触宗教比较多、嗯哼哼，而且尤其海涛法师真的他的那个慈悲心、嗯、师父是非常慈悲，对，我就说弘法利生啊，哎，我等一下逛一弘法的内容哦。放生哈，有慈悲心哈，不杀生，哎、欸，想想足有道理呢。所以我就感觉讲，我会向诶，只要人有需要我，我绝对冲。安尼太客气了哈，哎呦，加赞啊！我们根据所有的这个修行姐，确实是没有说我们真的是自己有感动、有感受，就是透过现在音乐，就好像我们在诵《金刚经》一样，那种因缘可以。做很好的回向的话更好，对对 对, 对, 对，而且你看像你这样做的话，一边做一边念佛哈，或者哦，就走开，他们就是无感觉。而且安尼慢慢好，其实它的整个甜甜度哈，对，会慢慢释放出来，对，释放出来，对，它就是最好放的哈。好，这么简单哈。来，就是刚才提到我们，其实这混重点来的下本，本就是。韩族混，哎，跟台北混比例差不多，前面韩族混是60克，这比例哦，不是讲两比用的哦，60克，啊，迄个台北混是20克，你卖讲几克了？有人阿无，迄个亲那边那3:1啦，还拿两比用的，啊，你听起来就3:1啦，还没讲完，这两个加180cc 的水剂，哎，这个是秘方，啊，下面用60克的那个韩族混。20克的太白 粉、哎、加上180cc 的水，啊，那无的时阵，你用你的量杯呢？哎，大概了哈。对。啊，你若讲哎，啊，你若讲好，要用哎三个平时的哎含水粉，你就一平时的太白粉。对的。哎，拉拉哈。这个比例再注意一下就很好。哎，好。好。啊，这个梗要先，我们要先下。这个梗要先下去，不要先下去吗？不用。哎呦。哦，你在功夫的家，唔知影，佮我要紧张是袂对，佮家己替你紧张就对啊，是安尼，足差劲嘞。没啦没啦，这个、啊、真的，张总真的是非常棒的。没啦，就是那个学习了哈。啊哈哈、啊，这个你看，愈来愈成熟，蚵仔煎对不对？啊，这个海苔亮亮，亮亮一个蛋。像那个海的味，味才有那个海的味。你哪一个海味够起嘞？下面，珊瑚菇，海米啊，对，那个海味不错。对，但是我知啊，素蚵仔煎我别去吃过哈，伊就是用海苔啦。海苔较济。海苔不错啦哈，对，真的是很不错的啦哈。哎，你面顶唔得过南极丝啊？哎，对，一个南极丝啊。哦，没办，哎，安尼愈来愈行啦。另外一个有。啊，愈来愈行啊。小伙伴紧嘿。个人就是啊，嗯，好，嗯，所以这个我们要见高招比，这
台湾的小吃是用这项做国民外交呢。哦，当然当然。哦，哎、欸，啊，像诶，很多佛教国家的哦，我们以后也可以做这个，跟人家国民外交，像我们寿司袂使做，哈、啊。嗯蚵仔煎对吼，油伤少的料条饼。我记咱过加一些就好啊。我用你人较少的油工。啊，袂使、嗯，这老这个条饼的啦、啊。不过这个跟锅子有关系、嗯，今天的不是不粘锅、哦，不粘锅就简单了。好、哦，冇紧冇紧冇紧。啊，我的那个灯就是爱去克服啦，爱克服啦，你那是不粘锅，绝对就不会粘到，粘到啊肚，你就无不粘锅，咱就用这个现成的就好啊。对对对，因为家里有当阿婆哈，一切自在的，自在嘿，大家知道就好了，这就好了哈。啊，哦，所以有影有困难，要给吐的有困难的哈。对，因为油无够，油无够，好啦，好，加一些油啦，好吧，边啊啦。这个加了可能也不会好啦。啊，我去。看，加了可能，嗯，没紧啦哈。反正最主要是那个。这个没问题啦哈、嗯，这个酱哈、哎，你可以这样炒，没有关系。反正鹅肩嘛。嗯嗯嗯嗯。你这个点做鹅肩啊，不行。没紧，我还有粉的。啊，还有粉哈。这刚调好的哈。能上锅落去会那个。没，嗯。啊嗯。好 ，OK。Okay, 所以这店哈，哎，店就要给的哦，我们要注意了哈，所以不要紧，哎，我们这个还是可以的，哎，基本上，滚刚那个看有那条就关的店，所以混的较少，对对对对，不要紧哈，哎，好，要再加一些混面，来，不要打得太高，旁边的就可以了。这店的关系了，没关系。这店还不粘锅，煎的是瓦碎的，你敢知？所以这也是一个错误的那个店的关系了哈。啊，你为着要做这个，没问题，买一口店嘛，唔好嘞哈，无好。好，可以。最主要是酱汁的问题。对，酱汁哈 ，OK。哎呦，没关系，没关系，来豆子加哈。嗯，这啊，好，没关系。好，来喝。好，虽然呐、啊，哈、哦，不是很美观呐、啊，哈、哦，但是大家知影就好了。概念知道哈、哦，就是鼎、的关系，鼎、的关系哈、哦，唔当用就爱用不粘锅才会好。来。啊、这个汁很重要，汁很重要，大家听清楚。我们加了几个元素哈，酱油，酱油哈，素素蚝油就对了哈、嗯。对，还有甜辣酱哈，阿哥味噌，味噌，阿哥下面呢，味淋，阿哥味淋，嗯，哦，安尼来做就是素蚵煎，安尼，啊，要详细要偌多呢？大概。这种比例哈的味道哈，可以自己稍微看一下下。对对对对，每加过一点嘛，还佫有无？啊，佫一点啊。一点嘛，佮下落去啦，下啦下啦。好。啊，再过一个两支鲜，拢我有掉了哈。好 ，OK。好，这个素蚵煎就这样完成了。虽然有点那个，有点丑，有点丑，但是没关系。好，来。这就是素蚵煎，打开看看。那味道就是那个酱汁哦，记得甜辣酱，还有一点好的酱油，加上味噌啊 ，miso， 加上一个米粒啊，这样的味道非常好。那无 miso 用导入嘛，写一下。好，没问题就可以哈，请大家试试看。素食蚵仔煎，食材：小白菜、草菇、羊菇、海苔。调味料：太白粉、地瓜粉、甜辣酱或番茄酱、酱油膏、橄榄油、胡椒粉、味噌、味淋。做法：一、先将草菇对切成小块。二、平底锅先加入少许的油热锅，再放入羊菇、草菇，小火炒一分钟。三、淋上粉浆，60克地瓜粉、20克太白粉
加180cc 水。四，再放上小白菜、海苔丝片，小火煎至金黄色即可。五，起锅后淋上酱汁，包括酱油、甜辣酱、味噌、味淋、胡椒粉即可。大家好，接下来呢要为各位介绍的这一道菜就是古早味的冬阿米糕。冬阿米糕大家都听过吧，但是素食要吃到冬阿米糕真的很难，所以我们先今天要来教冬阿米糕。好，大家请看这里的食材是什么。好，来看这里，糯米，好，准备好啊。啊，这个是香菇头，这是杏鲍菇，好，这是黄金泡菜，可惜下面泡菜都给晒了哈。我们今天是用黄金泡菜，啊，这个是豆皮、香菇，还有呢，这个是小黄瓜啊，切一切腌一腌就可以了，好，就这一些。然后我们介绍这边的调味料，这是盐，哈，这个啊，这个纯豆酿的酱油膏，然后是这个橄榄油，一点糖，啊，胡椒粉，这个香菇粉。那这一碗呢，就是已经调好了调味料，因为一个这个冬阿米糕重点是在调味料，所以啊，调味料其实跟那素蚵仔煎的调味料可以是一样的，好啊，所以我们已经调好这一碗在这里，大家可以参考素蚵仔煎的调味料就可以了。好，请大家注意看这些食材。哎，紧接着呢，我们还是啊，仍然找到张师兄。谢谢师姐给我机会。妈，你讲啦，因为你就开始有教导，我唔再叫你，对不对？其实在这个推广素食的路上，我觉得是很开心，因为结很多善缘，然后跟很多好朋友一起来分享。一开始有教好的啦，我还讲这不是我的代志，嘛不是你的代志，这是大家哈需要咱的时阵，拢是咱两个代志。对，大家的事。嘿，咱袂使一定按人心拍平来完成，对不对？好。我们要请他来示范我们今天的冬阿米糕。冬阿米糕当然也重点，除了米之外，就是它的这个其他的配料哈。嗯。那底下这类冬阿米底啦哈，也对一类米家。嗯。我首先准备的是杏鲍菇。你看一支就好了啦。一支的。我咧做偌济啊哈，免伤济。因为伊迄个哈，我们要切这个小块的。嗯，对。對啊，请问吼张哈张师兄吼，啊，人讲啊做冬阿米糕的滋味啊，到底是爱用咸的，爱用盐的，啊，有啥物无同款？好，来来讲讲一下。其实以我是觉得以当然咸的诶迄个 Q 度吼，有可能较好一撮吼，所以我们建议是用咸的较理想啦吼。啊，当然这种是个人的口感诶，可能也不太一样哈。嗯。大概我是觉得也不会差太多哈。嗯，但是我拿我的做法，我安尼对唔对？我用一罐酱的，用一罐盐。哦，你是综合型的，因为全酱的感觉伤 Q 哈，伤 Q， 太伤 Q 哈。啊，盐的感觉较无遐 Q， 所以讲我两行哦，有当时啊，该少淘一下，安对唔对？好方法。安尼哈，啊就想讲，哎呀，只 Q 一下，稍微拎一伤 Q， 啊，这导包嘛，导皮导包拢会使。导包皮啦，系啦，系啦，哈。啊，其实也无一定爱用佐料嘛，吼，你爱用什么料，你用什么料嘛，对。啊，用迄个猴头菇嘛是真好。哦，迄个赞哦，较赞哦，吼。因为咱是高档的。啊，咱今日有啥物，咱就该做啥，不要刻意说一定爱用什么料才会做，什么拢会使做，对不对？当然是。哎呀。主要只爱物件哈。嗯。大概稍微切一下哈，差不多啦，差不多啦，哎。啊，切小丁鱼，当然一个较细。哎。嗯，所以它在。浓烈的时候比较好，就备着好了。我还记得人吃冬阿米糕来，对，敢那无聊嘞。有啦，有诶，还有大的细的。想结果唔爱吃冬阿米糕。反正收起来当创新啊。对啊，对啊，不会两个叫这个传统。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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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熟悉的冬阿米糕都唔捌看人咧卖咧，啊，所以我敢那吃过，我吃过呀咧。好，大概少许的油。哎，好。
啊，像油安尼较少一些啊，嘛好啦哈，较袂好油加遐多啊。其实我们用的都是好的。好油没关系，真的也是没关系的。油在人体哈是很必要的，包括如果好的油，它的 omega 三跟九是非常多。对对对，我是觉得是有需要的哈。而且尤其是冷压的橄榄油，那又特别不一样。我是亲身有经验过哈，冷压的橄榄油，你感冒哪有疼？安啉一天时啊，慢慢慢慢慢慢啉落去。哎、很好啊，对身体很好。随后呢，正经真正呢，所以大家呐有这个需要是会使试看嘛。试看嘛，我觉得喉咙痛非常好，还慢慢的让它从喉咙滑下去哈。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所以有一些朋友认为说，好像油就不好，倒不见得，不见得，好油是有必要的。对，因为人体它很需要的是好的油，像 omega 三跟 omega 九嘛，这个油非常要，很需要的是，对，这两个非常重要。真的哈，所以非常重要。再炒一下下，我们就要加我们的一点点的酱油。酱油，酱油。这时候酱油注意哦，不要太大，太多哎，炒完都炒一大，哈，一点点嘛，哈，点点油，对哈，我哎酱油都可以整个，加点汤匙，哎，安尼收咸嘛，对，对，因为蛋里要加很多水，好，来香菇粉，盐巴不用了，一点点糖，糖里面先做啊，糖里面先做的变甜的啦，对。然后一点点的胡椒粉，好 ，OK 了，要一点点高汤，也蛮多的，因为待会哦，注意哦，我们的那个酱汁哈，要让那个米哈，你现在就是嘿 ，Q Q 都爱串，因为你有酱汁米落去，对，落去切，因为咱切是用青米呢，青米，对啊，对啊，对啊，而且青米吼有几啊撇薄，嘛讲。第一，有一个概念是讲，伊来当浸浸两点钟，我咧吹得较紧。啊，你若无时间浸的话，你先用滚水吼，撒差不多三五分钟捞起来，隔半下个等一面即个。啊，我应该不做吼。你做啥物款咧？我用啥？我是暗时就甲下落浸。哦。即我明仔早起对我做，哎，一样很好。那也很好啊。好，我咧吹足紧就吹完咧。好。哎，有经验的拢安尼好。哎，是哈。啊，扁豆起来蛋，啊，这一蛋滚起来入味了哈，入味之后差不多了，我们就准备哈。但你把这里这菜料，好这对，好啊，面这个下面顶，啊，利用来对酱汁，大概放在里差不多，你拿那，差不多盐桂蜜的差不多可以。多盐安就好哈，多啊，你切开哈，我会切开就香了，因为那些酱汁全部都吸收在。米里面去的，所以这个米哈，米香味哈，加上那个酱汁的味道哈，都融合在一起，我觉得是很棒的哦。差不多了哈，哎，赛，好，我们就来关火，好，哎，好，那也差不多，哎，差不多，差不多。我们把这个底哈放在里面底下，哎，拜拜 ，OK， 好，可以，弄三个，三个。待会我们米在旁边已经泡好的米，哎，对，边上你差不多泡好，外面在等嘞，看免吹这久嘞，对不对哈？啊，爱吹几点？爱吹差不多四十分钟，差不多啦，慢慢啊吹。啊，你若整个米有浸啊，暗时要用，明仔载要用干浸哈，吹吹差不多30分钟。30分钟，啊，一般用电锅嘞较简单啦，你也是电锅嘛，今天泡过的米。你用这细，你买菜用较大锅呀？我当然嘛是可以啊，对，一家人吃一锅，当个米糕。好，嘛是袂歹啊，哈。啊，谢谢，我等等你。来，我等你啊。等差不多，米吼差不多蒸差不多七分呐。七分。一吹。哎，吹起来。捧开哈。哦，没有。七分。七分哦，这个煮啊，哎，这吹。等下要加点酱汁嘿。我等下捧开。那你加安尼，很多炒过去，加香的可能。酱汁 ，OK。其实讲起来嘛是哈，哎，出的时间较长咧嘛，无做这是无来。对啦对啦，啊你若咧出的早，你就该放个电锅出，你就莫插伊啊，对不对？对啊，你个鸡啊上锅咧。哎呀，来就掀开就好。差不多好啊，好来。来，酱汁就该淋落去。来，酱汁该淋落去。来，这个酱汁淋上去，我切开哈。一定非常的香啊，非常的香啊！毛巾给它干。哦，这是哈，这冬阿米哥寿司的
外口有无有人咧卖啊？无？有啦，较少。嘿，我现在就想讲，啊，这吼素食的好食的古早味应该流传出去，吼、哦，哎、欸，无一定赶快素食也是做世界这个素食的那个国民外交。国民外交。哎、欸，大家拢讲咱咱台湾是素食是台湾是世界素食上界丰富的国家，你知道？好。好。你个那个等等啊，你较饱满哈。哎 ，OK， 这样就可以了。嗯。好，我看这粗鲁安尼吼，实在是袂使安尼啦哈。来，好呀，吹一个。来，我们要。大家看这哦，这吹绳在这。哦，其实已经系一个同款安尼，系都吹啊啦。按时间才有够啦哈。来，这样来吹落去。哎，吹落去。哎，嘛紧啦，这个嘛顺顺下来，啊，迄个会好啊吗？这已经好啊。差不多一柱柱啊。啊，这个骨个加落，对啊，安尼骨一项啊，对唔对？安尼。啊，唔知啷做了还好些哈。音轨哈，差不多那个哈，整个汁哈。差不多多好了。七分，七八分安尼哈。好。好 ，OK。来。迄杯就先给摕起来，迄杯绝对好啊。烧。这个感觉未好。差不多好啊，差不多。差不多好啊，好，我们把盘子拿过来。来，好来。哎呀。可以的哈，可以的啦。哎，这更加保险，更加好了哈。好的，需要。哎，好。注意哦，这里大家注意看厨房哈。这个厨房最重要的是哈，要注意自己哈，耐还小点。哦，这个多多变一杯，变一杯哈。哎，刚好一杯，你看，差不多哈。看起来粒粒分明呢，啊，再来看哦，真好，真好，看得很。哎，可以小声留个位置呢，对。哦，这无迄个物件，无个想办法，无个想办法，卡卡好叮当，无得卡好叮当。哦，穷则变，变则通，无得卡卡久诶。你讲，哎，这两个底下在拖时间哦，没有，没事哈。对，碰到问题，有时候哎，在准备的时候，哇，不注意，哎，你就要想方法，对，哎，啊，方法哈，拢是人想的啦。真烧，我搁一张纸给你。对，好，来，安尼，安尼可以啊啦。可以了啦，来，你讲我做错了呀？不，来，嘿，啊，啊那，你大记要切的时阵哈，内底抹一挂油，哎，对对对，哦，无你就绝对就袂好势啊啦，哈，哎，啊，哦，水啊水啊水，哦，水啊，哈，好啊，过来酱汁，洗下个，哎，洗下个哦，洗下个。洗下个哦，洗下个就是安吉的哦，刮刮就对了哈。小黄瓜来看冰啊，这个腌制过的，对对对，很棒很棒嘿。看它腌起来，像刚才腌小黄瓜，什么都不要加，切薄片腌，好腌下去，然后最好是拿一个什么硬的、重的东西把它压压，好啊，压了两三次，把水倒掉，那小黄瓜就有够好吃。这是我们的黄金泡菜。下次有机会再加了，好啦，等你啦。泡菜都，你要韩式泡菜也没关系。一做哈，达人做的黄金泡菜真的是好吃，真的好吃。好，已经是轰动了呢。哎呀，就是推广健康最后的名菜，对对对，这个特调，这个是弄那个甜辣酱，甜辣酱，还有米索、迷恋，还有一点点纯豆酿的酱油膏。哎，对，那如果说你不喜欢甜辣酱，你弄番茄酱也可以，这样味道各有特色。但是用一点啊豆乳酒嘛，真好哦。那我们就淋上稍微在旁边淋一下，不用全部淋，一点点。哎，有人较不爱食遐遐遐哈。OK， 好，那可以了。好，来大家看看，你看这个已经完成的，党阿兵哥，还请大家来学一学看，简单个好食。是。冬阿米糕食材：糯米、香菇头、杏菇、泡菜、豆皮、香菇、小黄瓜。调味料：盐、酱油膏、橄榄油、糖、胡椒粉、香菇粉、酱汁。做法：
一，先将糯米洗净，加入热水中搅拌三分钟，或先浸泡一夜，沥干水分备用。二，将香菇、杏鲍菇、香菇头、豆皮切成小块，用油炒至金黄，加入调味料，再炒约一分钟后，加入高汤炖三分钟。三，准备桶子杯，杯内抹油，先放入步骤二等食材，再放入糯米约七分满，放入后可在桌上微敲，让糯米更饱满，再倒入酱汁腌过米。四，放入电锅蒸四十分钟，跳起再焖十分钟。五，倒扣入盘中，搭配小黄瓜片等之小菜。素食好主意，美味有创意。各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收看今天的素食好主意。有的人会质疑啊，素食者的体质容易寒凉，造成身体中的免疫力差，是真的吗？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因为在许多素食的天然食材中，像比如说地瓜啦、豆腐啦、坚果类啦、全麦制品啦，以及像水果的奇异果啦、木瓜啦、香蕉啦等等等等，哇，太多了，含有丰富的营养素，不但可以提升人体的免疫力，而且让人看起来年轻，比较不容易老。那么这些食材该如何来搭配在我们的饮食中呢？接下来可得好好的观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生命电视台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要为大家介绍的第一道美食叫做番茄起司盘。好，先让我们来一起认识一下今天的食材有哪些，请看这里。来，好，看看这里，美生菜。好，美生菜大家知道就是莴苣的一种，哈，包这个圆的莴苣。那这个叫做罗曼，好，罗曼。好，还有呢，牛番茄。好，这是牛番茄。啊，这个是那个卷须生菜，好，卷须生菜，这个有一点点，这个叫做，这个叫做parsley， 好，巴西里，好，啊，这个是柠檬，啊，这个是啊，这个白色的长长，这个叫做莫扎瑞拉那个起司，也就是五郎恭喜水起司。好，再来看看这个今天的调味有哪些呢？啊，这个是那个黑胡椒粒，好。细粒也不要太粗的哈，这个是盐啊，这个是橄榄油，这个是啊做已经榨出来的那个柠檬汁，这个是 parsley 切碎啊，巴西里切碎，这些综合起来，我们可以做到一个非常好吃的开胃前菜。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请到一位非常不一样的我们许师兄许老师，你好。师姐好。美食达人许宏玉师兄，法国蓝带厨艺学院结业，世界厨师协会国际裁判，马来西亚国际烹饪大赛金牌， FHC 上海国际烹饪大赛银牌，历任国内各大饭店主厨、总监、
及各大专院校专任西餐讲师，现任环球科技大学道江科技学院助理教授。真的，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而且真的是平常是默默耕耘的啊，这个好教授、好老师，他是西餐界的权威，也是素食的权威，他实在是非常的低调，所以我们就有幸能够请到他，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开心，也是观众的好奇，亮点哈。好了，我们请徐老师来示范我们今天的哦这一道哦，好，请徐老师请哈。好，那我们这个。是cheese 哈，就是那个沿着意大利的南部的区域哈的制造出来的一个 cheese， 好，它是很新鲜的 cheese 哈。那比如说这种 cheese 在哪里买呢？哈，请问徐老师哈，跟大家讲一下，这要去倒买？这 cheese 哈，你若去，咱今嘛台湾呢是有很多肉笼啊，他们都有制造的，蛮不错的哈。啊，这个是 cheese 啊，用我们台湾一般的 cheese 应该也可以吧？就可以，可以。哦、只是说台湾的 cheese 蛮不错的。哎，我觉得台湾的那个牧场的 cheese 好像有的也是很不错哈、哦，就是这种是好像又有一个名字叫水 cheese， 是不是？对对对，它哦，它可以比较这么称呼。好、哦，这样子哈、哦，是说其实你想用什么 cheese 都可以啊，但是当然来让味的这款的新鲜的是很好了、啊。但是通常我好像在很多地方卖场。都有看到过，所以我们大家哈注意一下，平常没有做过西餐，我也没有做过西式的，所以比较不容易哈看到。来，再来，好，我们这个把这个材料备好哈，番茄切片切好了，那起司也切片切好了，这个要罗曼，罗曼生菜我们要把它切丝，这个很棒，这个罗曼哈，净罗曼我捌见过哦，拢未死糖，哦，真好呀，好蛮。是不是哈？这块就好了。对，它这个罗曼哈，以前是在国外种的比较多，那现在是台湾目前也种的蛮多的。哦，那个就好种哎。对对。所以大家然后位呢，会使去种罗曼，家己生吃都唔免惊讲啊，唔知有清气无，还是讲有哈有农药无？这绝对唔免农药，对不对？不会，这都种在比较高山的。这所以我自己有种，所以它种起来它的。那个水分蛮多的，而且很脆，很清脆的。好，要罗曼切好了。罗曼切好了哈，用那个冷开水还是冰水？冷开水，冷开水，或是说我们生饮水都可以哈，把它生饮水烫一下，冰镇一下更好，冰镇一下让它脆更脆啊，那吃起来会更好吃。好，再来。好，那我们这边有一些这个叫卷曲生菜，好，这个等一下我们就做它的。那个盘式是不是？盘式，哎，对，盘式。啊，这买鞋在家。对，这个很好吃。这个，有一点点苦味，可是它的那个口感还蛮好的。在饭店吃那个都有这一道。对对对。因为这我嘛有煎，我只能看我那时候煎的时候对它有所了解，不然西餐的东西我真的是不懂。对。但是哈，跟徐老师一起学习。这个我们就是。好，先放在这里，我们等一下再拿一个。还有一个就是。罗勒哈，罗勒，罗勒像意大利，他们罗勒是比较会叶片会比较大，那我们台湾的也可以用九层塔来代替，蛮好的。其实罗勒就是台湾的九层塔，对对对对对对。有人名词无同款，其实物件是同款，是是。啊，有些气味有另外有差一点嘛，对对对，有差一点嘛，对对对。好，那我们这个就是把它，你是把它切细就好了，叠好，把它卷一个卷哈，切过，把它切成丝。好，丝状。好，切正面五。切丝状。我这一面跟你学习，我也好。真的，真的很好。把它切成丝状。感谢徐老师，真的，大家看清楚，连切菜都有方法的。好，把它切成丝状，松松的这样子，不要让它出水分哈。那这样的话，它整个做吃起来会比较好。好。好。好，再来。再来。那我们就打一个，再打一个那个我们的。油刺猪啊，汁啊，汁对，来好啊，油刺的这个我们就是放，我们的柠檬汁，好，柠檬汁，第一个先柠檬汁，柠檬汁的话，我们在家里哈，都是说没有那个机器哈，机器来装来用的话，用这个叉子这样按。把它擦一下，把它转动一下。这个就是挤柠檬汁的。挤柠檬汁，这样子哈，这样会很好哈。所以下面是给这两个手上好的。对对对，真的是这两个水，真的是说人家是双手万能，真的是哈，敬给我们一起双手万能哈。好，柠檬汁。
那柠檬汁我们比例差不多，我们一比一就可以了。一比一哈，跟橄榄油是一比一哈。好，好。你那有牛你就牛，啊那无用白酒牛嘛。好，再来放一点点的那个香芹，哈，香芹就是这个。就是帕塞里。帕塞里，巴西。啊，我们有刚刚有切碎的哈，这样子。帕塞里哈，有时候咱拿做好物件，啊，要放一个排盘香，对，一点点少许就好了。那个不能太多，太多味道会太呛哈。好，再来，黑胡椒碎，黑胡椒碎，哈，黑胡椒细的，黑胡椒粒的哈，少许，一点嘛就好了哈。嗯，再来，还有盐巴，盐巴，哈，嘛一点嘛就好。啊，是少许，这个都取量就好了，不要太多哈。好，盐，嗯，再来，好，那我们这个沙拉油。那个橄榄油啊，橄榄油哈，我们就是要打啊。我们先把这些啊材料把它打均匀，把它先打均匀哈。我们再慢慢加橄榄油，橄榄油哈。橄榄油好。那这个橄榄油就是用冷压的是最好啊。这个完全是冷压的。对对对。好，那可以用这个。来好。好，加柠檬汁差不多嘛，好，哎，好，差不多，慢慢啊，可以慢慢加，不要紧啊，这样应该差不多了吧？可以了，这样可以了，嗯，好，把它打成有一点浓稠度，这样就可以，好，它会有浓稠，有浓稠度这样，啊，这样就完成了嘛，是不是？对，这样就完成了，哦，那样就简单，哎，简单哦，没拍走哦，好，先放在这里，那我们再就摆盘了哈，好，很快哈，对，很快。那我们这个有泡好的生菜，这个是生菜就是那个罗曼跟那个梅生菜，把它切丝的哦，啊泡醉料啊，用个搭的坑熊对啊的对，做盘底哈，哎好再来，那我们就把这个番茄一片，重叠一片哈，跟起司，哦这都一定超健康的啦，健康又好，所以说你看素食可以做得这么好。我还有太多，以后要请徐老师多多贡献。没问题。贡献给啊，给社会，给大家都能够做出好的素食哈，素食哇。那重叠塞一片进去。嗯。哇，这做个就环绕着，环绕着这样均匀。哎，就质感了呢。好，那我们这个这个就把它就那个放在中间。哦，这个是上面做装饰。卷须哈，卷须生菜哈。那这个我们的，这个是罗勒，罗勒就把它高正它了，啊，高正它了，撒在上面一点点，少许就好，对哈，然后就这个是不是？然后我们的，哈，这个油醋酱，油醋酱哈，淋在上面，好就可以，油醋酱淋上去，这样子，这样，哦，这一定足足好，足健康的嘿。所以我绝对要转也要做。这个柠檬，因为它是很天然的东西，完全都没有什么添加物的东西。你看看，非常简单吧？简单又快又好。所以呢，请大家呢务必要试试看，我们一起来做做看，我一定要做。好，谢谢徐老师，谢谢。好。番茄起司盘，食材：美生菜、罗曼生菜、牛番茄、卷须生菜、巴西里、柠檬、摩扎瑞拉起司、罗勒、九层塔。调味料：黑胡椒粒、盐、橄榄油、柠檬汁、巴西里碎。做法一：先将摩扎瑞拉起司切片。约 0.3 至 0.5 公分厚，次将番茄切片备用。二，将罗曼生菜切丝，取矿泉水冰镇，沥干备用。三，将罗勒卷起，切成丝状备用。四，取一缸盆，放入柠檬汁、橄榄油，一比一。少许巴西里碎、黑胡椒粒、盐，混合打均匀，再慢慢加入少许橄榄油。五，将罗曼生菜在盘中堆起，交错放上番茄，
与摩扎瑞拉 cheese 片，再放上卷须生菜与罗勒丝，最后淋上步骤四至柠檬油醋汁即可。大家好，接下来要为各位介绍的这一道菜呢，也是非常的有特色哈。看这里啊，这个大什么菜名呢？叫做双梨，好，庭园沙拉塔。啊，听清楚有塔，所以特别哦。我们请看这里的食材。好，来，我们从这里，基本上这个叫红生菜，圆圆的红生菜，这个都是可以生吃的。然后这个是那个莴苣，圆的圆球莴苣，我们只拔几个叶子而已，所以哈，那看起来就知道。然后这个是罗拉生菜。罗拉生菜，这个是罗曼，好，这是双梨呢，这个是洛梨，好，现在洛梨是目前生产还不错，所以我们用洛梨来入菜。这里面这个呢，水梨，好，我们台湾的水梨，然后有红姜，然后这里呢 ，parsley， 好，这个是 parsley， 然后呢姜，好，姜，等一下做成姜末，然后这个是这柠檬，这样就这些菜就在这里，好的。再来呢，看看我们的调味料有哪些呢？好，这个是姜末，姜把它切成末了，已经切好的姜末，辣椒也是切成辣椒末。好，啊，这个是那个 parsley 的末。好，我想这个末先切好，让大家知道说哦，切起来的末就是这样子。好，然后这个是盐，然后是胡椒粉，白胡椒粉，然后这个沙拉，然后这个酸奶，哦，全部的食材都在这里。好，我们好，大家要注意看食材。好，免得等一下不知道哪些是食材是什么样的，要注意看。哎，紧接着呢，我要来为大家介绍的这位仍然是喜师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喜大教授，好。欢迎欢迎，谢谢。啊，我们今天呢要为大家试问这一道美食呢，是非常的有特色，有个塔，你想想看，做起来像塔，所以呢很不一样。我也在等待，我们请喜师兄来示范。好啊，各位大家好，我今天示范这个双梨沙拉塔哈。那我们这个首先呢，我们要先调一个胡椒盐哈，因为我们做菜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些。啊，调味哈、哦，那我们就是以胡椒盐来做调味而已。那这个胡椒盐呢、就是我们要白胡椒粉，白胡椒粉。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在调的时候，我们用一匙一小茶匙啊。那再来用盐比例一比一嘛哈、啊。不是用十二盐十二茶匙一。十二哦，我俩说你一比一嘞，我在外行难讲。好，好哦，在哩哦。盐占大多数就对了，对对对对，因为它这个哈、这个调出来的时候、它不能胡椒太重哦，对，你还有咸啊，有料啊，有胡椒味啊，但是佫无让你感觉拢胡椒的味正重的，对对对，这个都就做什么拢要有一个闭关啦，所以对对对对，所以什么都跟老师学。好，那我们这个胡椒盐就这样就盐巴放好了，我们就把它搅一搅就好了，搅拌均匀就可以就可以了。好好好，那这个不是通通用哈、我们就是取量哈、取它的量而已。對對對，你平常要用，那你再调一罐胡椒盐，扛来随时要用就摕出来啊，对不对嘛？无一定讲做一家用偌济哈。对，没错。调一次可以用很久了嘛。对，因为它这个不是你没有调均匀的话它常常会有胡椒跟盐巴会分散，它不会融入。好好好好好，对对对，所以说我们要先把它调好。好，那我们再来切我们的那个洛梨，洛梨，洛梨啊，把它切成丁状。好，因为洛梨起码上大寸嘛，对对对，是所以讲，咱会当用到哈，目前大寸的这个哈，水果啦，是菜啦，安尼佫较省、较俗，还佫再会当食到上佳丢时的物件哈。咱注意看哦，徐老师的剥洛梨的皮哈，哦，甲我以前剥的拢无同款。好，我以前剥的洛梨是规粒的沙来。
六婆哎，给我弄得哈，整个手都烂烂的，而且那个肉也不成样子哈。你看它那个拔起来，切几揪起来，这样你轻轻的拔起来，外面那一层很有营养的那个肉啊哈，无落去。啊，我看这是拢用刀削拢削，噶拢来料料啊，实在哈。所以你看，拔起来轻轻的剥，它很容易就起来了。对对对，我不懂哈，真的是切就把它切成小丁，好这样子。所以这嘛是学的一个吼，这秘诀咯吼，下摆要食洛梨哈，无论你有做这行无，你就是爱安尼拔，对不对？哦，感谢徐老师，谢谢。好，你要已经拔一一挂好的啦，切好，但是因为咱要教人做哈，爱教啊，是要安怎切？我徐老师你一定要做给人看，我别人唔知要安怎做。好，这个我们再把它拿起来。好，那我们再取一个锅子哈，好，先把这个切好的洛梨哈倒下去。好，倒到里面来呢。我们再放，这边有一个是美乃滋，美乃滋，美乃滋，好来。我们放少许的。好，这也无限啊，这里美乃滋爱食较济，对对对对，较济只，但用啊啦，哈。也不要太多，太多了会太变成水分哈。对对。会太多那个。啊，这是酸奶。这酸奶。酸奶吃好像对人体很好。很不错，不错。大家都讲诶。爱吃酸奶较好哦，对身体很好哦。所以咱知影，酸奶那是要从上面用好，安尼好啊。好，再来我们加一点我们刚刚切碎的姜末。姜末，所以都已经切好了，免多加切哈。大家知影就好哈。来，姜末一点哈。好，少许，这个不要太多，好，太多的话，装姜面啊，味道太重啊，就是少许就好。一点姜末哈，好。再来。再来。好，辣椒碎。辣椒碎，啊，你这辣椒有气质对不？有，伊是要滴迄个辣椒的味啊，那麦滴子较袂香，对不对？对对对。哦，这爱这个辣椒的话哦，你气质的话，它不辣。对。如果不气质的话，它太辣。嘿嘿，啊，所以讲咱吼，那辣椒要切碎，那什么用什么刀法，拢无要紧，切碎就对了。啊，把迄籽先给抠掉，安尼才袂伤香。哦，你看这个都是取量就好。对对对，不要太多哈。这个罗勒，也就是巴西里，好，巴西里，嘿，好。切碎的，就是取量。哦，这样就好了。这样。好，最后呢，我们的关键就是这个胡椒盐，胡椒盐，这是我们的让它提味的哈。哦，原来胡椒盐可以这样的提味，对对对，我以前都唔捌嘞。对对，这样子，还是取样就好。哦，好好好，安尼啊，哦哦哦，这样就最有味道啊，不要放得太多。轻轻的把它搅拌，然后轻轻的我们把它搅拌均匀。那修短了变，对，会变糊了哈，变成泥了。轻轻拌，这样子，轻轻拌。这个对哦，以前我吃过这个是什么才好吃，但是我都不知道怎么用，今天也好，我有机会学到了，哎，不错的哦，这样子好，这个已经我们这个糯米已经拌好了，对，拌好了，等一下我们还有一个梨子，所以说我们今天是双梨，哦，双梨，一个是糯米，一个是一个是水梨，水梨哈，台湾的水梨嘛有够有名的，够好诶，这种这是拢在地的对，咱爱台湾就是爱安家开始，对对对，爱台湾就是台湾种的哈，台湾的，这个也是台湾的，很棒很棒哦，来哈，好，阿哥几嘞，再来一个是台湾水梨，台湾水梨嘛是该切切切梨子哈，切丁啊那啦哈，嘿，这个要把它切丁哈，譬如说我们。切的时候，我们要把它切丁的时候，我们要先泡盐水，好，用一个盐水，对，才不会冰块去给它浸泡起来，啊，较不会，较不会氧化掉，好，啊，其实咱也袂用用，啊，咱就用烤皮啦，哎，对，用咱的方法啦，一大师级拢嘛用安尼一支刀就拢蛮灵的啊，我们没办法，我们就用刮皮啦，看过来刮一下啦，哈，啊，那。知影这个方法，但是咱家己要用爱什么方法，那就看咱个人啦。好，那像这个，把它切成一开，削皮后，我们再切成一开四，一开四，我们再把它切成，切成小丁就这样切片，切片，切片以后再厚片哈，再切成切条，切条，然后再切丁，切条状再切丁，对，感谢啊。哇，连切什么物件拢爱有学问的，对对，所以讲。实在讲，爱学的物件实在是太多了。对，那么多真的素食能够学到这一些，真的是我看，
我看我们台湾是只有我们当有的对不对只有我们当有的所以大家要珍惜哦要注意看好那这个我们泡过泡过水分我们要用纸巾或是沥干修改沥干一下沥干这样子你都要一半拢沥干好，哈，哎，较袂有水水分伤侪淡淡滴哩，好好好好，好，谢谢，不会哈，好，那我们这个是一样哈，嗯，赶快拽物件吗？哎，赶快拽物件 ，OK， 美乃滋，一样，美乃滋，好，好，好，美乃滋，然后取量哈，好，这个也是一样，酸奶，好，好，它这个下去哈，它其实它可以让它那个。产品啊，那个梨子啊，或是肉梨，它有一个连轴性啊，这样子。连连嘛，对对哈，开连做伙哈。姜末，姜末跟辣椒都要下了。还好，好，罗勒，来，切胡椒盐。看个敢那真多啊，但是这足平常的嘛，哈，唔免惊讲，吼，我那遐多物件，我是要安怎传？其实哈，你传一个在用钱，好可以哈，不断的用哈。因为西餐的物件，大家会感觉讲，哦，啊，遐物件啊，这样做是要安怎哈？啊，但是要安怎做？其实这种足平常的嘛。平常，足平常。系啊，足平常的啦。你若要食早餐，我看你嘛是咧夹夹的，夹要吐出来，你应该嘛袂歹食吧？袂歹。举一反三，我们大家都要做到举一反三了哈。把它做成三明治。对呀，对呀，对，我跟你修，跟你哈，举一反三，啊，没有，让变化出非常多的不同的那种哈。对，你就是说，坐在用餐时间就是做成冷盘，哦，都是早餐时间你来做一个假三明治，假全天饱，假小，真棒。我嘛，我觉得小智慧哦，周姐你们好厉害啊！我是说的一口好，说的一口好菜啦，看人做啊，自己想安尼的。好，那我们就好，我们再组合了，对不对？组合的，好，快哈，好，来，这样来，把盘子拿过来，来，好，那我们组合的时候，我们就是可以啊，放一些生菜在下面，生菜哈，这个叫做罗拉，哎，罗拉哈。啊，这款菜足好，这款菜拢袂掉糖，所以拢唔免蘸农药。其实这些生菜的东西好像都唔免，拢无需要农药吧？不用不用哈，所以讲你看，我们有时候不知道哈，都是水根的。像我以前有种过那个什么罗曼呐，还有种过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卷须菜啦，什么种，我觉得足好的呢，拢袂掉糖哦。哎，这我嘛刚刚不经过呢。嗯，好，蛮不错的，蛮不错，蛮好种的，而且拢免惊讲，哎哈，什么糖啊，还是讲什么来吃，拢袂来吃，所以真的都种起来都是网状的。对对对对对。所以说不会有虫。嗯，很棒。好，那我们取一个这个模型哈，来给它做一个塔状。好，那是说我们在家庭上没有。这个模型的话，我用就是不要买，可以用一个杯子，咖啡杯啊，或者是透明杯，我们有点高度。把产品哈，把它分层的、分层次的，它一样有颜色不一样，分层次把它融入在里面，好这样子。好，那我们这个该立了，可以下压下去哈。好，那我们第一层用，先用这个肉。该坑来这就丢下。哦，安尼哦，哦，肉里哈。现在做嘛是足侪撇步，足侪功夫的呢，哈，真的。大家都在学习哈，好，再来。好，我们把它先压扁，压紧一点。好，稍微压一下，让它压紧。好，这样可以的。嗯。OK。哦，原来按照再放这个在上面是哦，按你好在塔一层一层哈，改水果沙拉哈，洛梨沙拉水果，一层一层起哈。对。啊，我来用较大块杯啊，嘛是会使啊，种较大块啊，对不对？吼，咱人较侪要食是，我用大块的嘛是会使，我用大块盘做一大盘，大家来吃嘛。家一个宴会啊，家庭宴会都可以。对呀，对呀，哇，这这个谁家的师姐这么厉害？我们那时候真的，那时候你先生会很有面子。对，所以说真的是，哎，家庭的达人哈，要呈现。出来其实也不会很困难。对，好，好 ，OK 了。好了，我们就把它脱模。好哦，还可以脱模，不会倒的吗？没。哦，你看，注意看，还可以脱模。哦，原来是哦，安尼哦，哦，明白，明白，哈。嗯。好，安尼用较大杯的，
好，那我们在最后面，我们再加一点点，我们这个这边有剪细生菜，对对，把它做装饰一下，一点点哈，做装饰，好，做装饰啊，这个红色的这个呢，红色的我们等一下把它摆在沙拉上面，哦，这样子哈，对。哦，所以这功夫有影，爱注意哦，无我真有影，等下就袂记起来。哦，这是个人份的，对不对？对对对，哦，这个是个人份的。你要做高级的话，哈，就是必须要做那种哎，一盅一盅个人盅的出来。对对对。哇，那要请人客的时候，哦，提出来，哇，不得了呢，这这样要有特色哈，不容易哈，要给他哈。哦，放在上面做装饰，好，那我们刚刚有一些油醋，哈，油醋直接，因为油醋上一道菜就一样做油醋的，所以用这个上一道的油醋来做就可以。这个就是柠檬油醋哈，我们就是要淋在那个沙拉，好来，沙拉的中间不用嘛，淋在旁边就可以，对不对？哦，还采丁桃淋啊，中黑黑黑水果塔就不用这油醋了，对对对。就旁边一点点哦，还啊，画盘一下哦，碎碎哦，我来按你画盘就是按你来，对，真的很感谢哈。好，那我们这个这道菜就 OK 了，好，对对对，非常感谢喜师兄，大家都看清楚了吗？我们一起来做做看，好，谢谢。双梨庭园沙拉塔，食材：红生菜、莴苣、罗拉生菜、罗曼生菜、洛梨、水梨、红辣椒、巴西里、姜、柠檬。调味料：姜末、辣椒末、巴西里末、盐、白胡椒粉、沙拉、酸奶。做法：一，先调制胡椒盐为白胡椒粉一匙，盐十二匙，搅拌均匀备用。二，将洛梨切丁放入钢盆，加入美乃滋、酸奶、姜末、辣椒末、巴西里末，再撒入胡椒盐，轻轻搅拌均匀。三，水梨先泡盐水。取出后切丁沥干，再重复步骤二。四，将红生菜、绿卷须、罗拉罗叶生菜、罗曼生菜、莴苣等冰镇后备用。五，摆盘，取盘放入罗拉生菜、罗曼生菜，再取圆形模或杯子，第一层加入洛梨。第二层加入水梨，第三层加入洛梨，压紧脱模，再放入生菜沙拉即可。好主意，美味有创意，各位菩萨阿弥陀佛。在上一集的节目中，我们为大家介绍了两道美味的素食西餐佳肴，有好多的观众很讶异的反应说，原来素食也可以做出这么好吃的西餐啊！好，而且不论是色香味以及营养，一点都不输给一般的荤食，真的令人大开眼界。而且不只是这样哦，它的做法也非常的简单，所用的食材也非常的普遍，很多都是当季的新鲜水果，以及在附近的商店就可以买到的一些佐料，
很多人都觉得说啊，吃了让人感到很爽口，而且零负担。今天我们还要继续为大家介绍哪两道好吃的西餐佳肴呢？让我们一起来收看下面精彩的节目。大家好，今天呢，我要再为大家介绍的这一道美食呢，叫做蔬果生菜沙拉串。好，来，我们认识一下这些食材是什么呢？请看这里。好，来，好，这个是切半的哈，这个叫哈密瓜，在这里哈密瓜哈，然后这个是罗曼，这个是柠檬，这个是那个奇异果。啊，绿绿的这个是 parsley， 好，巴西里，啊，红椒、黄椒，啊，这个是红，啊，红生菜，还有这个是啊，这个叫做那个卷须，啊，美啊，卷须生菜，然后这个是莴苣，好，莴苣的那个美生菜，啊，就用这一些东西来做成的。然后呢，其实你也可以用你喜欢的东西，也不一定说完全用这个啦，哈，哎，请大家看这一道菜的调味料哦，啊，这里哈。黑胡椒，好，细的黑胡椒粒，然后这个是意大利葡萄醋，好，这个是那个柠檬汁，已经腌好的柠檬汁，然后这个呢是橄榄油，然后这个是胡椒盐，白胡椒加盐就调的那个胡椒盐，这是 parsley， 就是巴西里的碎，好，切碎的巴西里的碎，这些融合起来调起来就是一个很棒的这个哈，这个生菜水果加起来的一个。串起来，还有这个竹子哦，竹子差点忘记讲，那串起来的一个，好，一道菜很好，好，就这样大家认识哦。这一次呢，我们依然请到我们许师兄、许教授，好，我们来示范这一道呢蔬果沙拉串。好好，请师了，徐老师来示范一下。好，阿弥陀佛哈。那我们这个蔬果，生菜沙拉串哈，但它是就是有一些水果跟蔬菜来结合一个，综合的，对不对？综合一个一个串。好，那我们等一下也是一样，要先打一个老醋酱哈，意大利老醋酱哈。好，醋吧，老醋先哈，这个是老醋哈。对，意大利哈。意大利葡萄，葡萄去酿造的，哈，跟它跟是跟那个酿造葡萄的原理一样，就是用橡木桶去酿造的，哈。听说要很久，是不是？对对对，两年、三年，还有二十几年的，对。我都有品尝买进就看哎，很香。好，啊，哪里买？一般都可以买到吗？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哈。意大利葡萄老醋，啊，大概记下好啊。那你买一瓶就可以用很久了，对，而且可以用很多的地方，也不是只有这一种菜嘛。对对对。譬如说台湾真的找不到的话，我们可以用我们的那个乌醋，哦，乌醋也可以来制作哈。好，那我们再加少许的柠檬汁，哈，柠檬汁。就就了哈，提它的鲜味啊。原来柠檬汁是在提鲜味的。对对对。还有少许的巴西里，因为它切好的巴西里碎。好，这个巴西里碎。还有这个是我们的黑胡椒，粗粒，粗粒。少许。哦，粗粒细粒应该是拢会使啦。对对对。好，再来我们的胡椒盐。胡椒盐。那再来这个就是橄榄油，好，橄榄油，请师姐帮我。好，我面打一面，你帮我一面加，先打成均匀哈，打均匀后再帮我慢慢加那个橄榄油哈。好，就简单的嘛哈。就简单的就好，来慢慢加一比一就可以了哈。好，好，也是一样，把它打成。让它乳化哈，有一点点活化，对。啊，接着是好的那个，也是一样是那果醋的一种哦，浓浓的哈，哦，就香哦，香气浓啊嘞，一直好，那个香气都一直冒出来了，冒出来，真的太棒了，对对对，真的实在是行行出状元啊，不怪你做这行的状元。好，那我们再整理我们的水果哈。
啊，水果啊，把它切一下。它切个示范给大家看一下哈。对，切圆片。圆片哈。啊，咱若袂用像安尼，咱就用烤啊烤烤，来烤尾切开嘛是同款。对对对对对对，安尼好。因为大师学的都是有这个原理的，安尼功夫拢较好个。啊，那我拢袂用安尼，我就用烤啊烤烤的就好。较紧，哎，较紧啦，哈。哦，这样子哈 ，OK。那我们就啊，把它切片是不是？切片，切一片一片厚片哦，大家注意看厚片哦。这样子。哦，切厚片哈，好。好，那我们这边也有切好了，有切好了，切一盘在这边。同样的东西哈，就把水果切成这样就对了。好，那哈密瓜也是一样，把它切成。这样这边有切好，就不用撕，就不用撕完哈密瓜了啦，哈，这样就可以了啦，哈。那我们再就是切我们的生菜。好，生菜。生菜呢，我们用剪刀来剪，好，会比较漂亮，把它剪成圆形状的这样子。哎，好。好。美生菜。梅生菜嘛，就剥剥它的叶子，这个也是啊。梅生菜把它剪成圆形状哈。啊，看大小的水在里啦。大小啊，看你怎么样的那个都可以。示范一个就可以了啦。各种的生菜都是这样。对，各种生菜都是这样子来。好，来剪。它已经有剪好哈，它已经有做好一些在这边等了。好，我们来看它的组合。好，那我们来组合哈，把它组合起来就可以，就是用我们的竹叉，或是说铁器的也可以哈。看你自己用什么都可以，只要能够串起来就好了。那我们这个，啊，这个是那个黄甜椒，黄甜椒，哦，插一片，黄甜椒插一片，黄椒插一片，这样子。哎，那再来水果，水果哈，颜色把它错开嘛，对不对？对对，把它错开一下。也是把它错开。好，那我们这个白色的，好，就是美生菜。对，切两片。好，然后再有这个紫色的那个红生菜。红生菜。红生菜。两片，然后再来。好，再来是罗曼。罗曼，好，这样子，我们切。就什么都把它串起来，把颜色错开就对了。对对对对，让它跳出来啊。这样，那我们可以再增加一点点的。比较有一点，不会说绿色板板的这样子，对对，让它板板，有那个跳出来那种，而且甜盐的味道，对对对对，那种甜盐的味道，对对，塞一点这个，把它塞那个卷心，卷心生菜，哎，好，再来我们就是可以再加我们的哎罗拉罗莎哈，罗莎生菜，罗莎生菜哈，对，好，再来我们加我们的哈密瓜，哈密瓜，好来。哈密瓜哈，哦，颜色弄出来啊哈，对，哎，拿过来，这个是哦，太细了就对了，嗯，奇异果，奇异果，再加我们的黄椒，黄椒，黄椒，哦，这串呢加落去的，营养一缸的有够啊嘞，好，这个生菜、蔬菜哈，还有水果，我们把它串起来哈，就可以摆起来，摆盘。对，摆盘的哦。好，你爱怎么串你就怎么串，哈，你就给错开两两了哈。嗯。哦，没办没办，哎，看来够真好做哦。哇，这样简单又好看。哎，不错不错不错，哎，哦，实在吃的艺术，真的是吃的艺术哈。然后呢？然后再淋上酱汁，是不是？好，我们再来淋上我们的那刚刚打出来的老醋酱。好，老醋酱淋上去，来，来，给你一个汤匙来。好，老醋酱就是。哎，我唔捌食过这嘞。哦，这真的不错。我等下一定要做，我一定要去看买。而且它看起来的整个造型，观感也观感很好。哎，对对对。吃就是第一个就是色，哦，就是它的颜色很漂亮，哦，让它感觉说。哎，很有立体感，而且整个很有艺术这样。对对对对对，哦，这就做出来这样哈，哇，这样，哇，这一道菜就完了嘛？完成了。哦，你看，大家看看，简单又好做，对，好，营养又丰富。哦，答对赞了啦哈，大家来做看麦啦，好，吃看麦，做看麦就知啦哈。对。蔬果生菜沙拉串，食材哈密瓜、罗曼生菜、柠檬、奇异果、巴西里、红椒、黄椒、红生菜、绿卷须、
莴苣。调味料：黑胡椒粒、葡萄醋、柠檬汁、橄榄油、白胡椒盐、巴西里碎。做法：一、取钢盆调制醋酱，放入葡萄醋、柠檬汁、巴西里碎、黑胡椒粒、胡椒盐等搅拌后，慢慢加入橄榄油，约1:1，拌匀至蓬发即可。二、把哈密瓜、红黄椒、奇异果切成厚片备用。三、把所有生菜剥下剪成一样大小，用冰水浸泡30分钟，沥干备用。四、把冰脆生菜与切片哈密瓜、红椒、黄椒、奇异果片颜色错开，一层层串起。五、最后将沙拉串摆入盘，再淋上调好的酱醋即完成。接下来呢，要为各位介绍这一道菜是非常有特色的，叫做茴香双茄风味。这个菜啊，听起来就跟一般的煮茄子啊不一样的。好，我们来看看食材。来，最主要双茄什么呢？牛番茄，牛番茄的养分也非常的棒。好，茄子哦，人讲哦，食够足好的哈，所以茄子。好，这个九层塔、番茄糊、芹菜。好，那个姜还有 parsley， 就这样就可以了。 OK， 还来再看看这个配料。来，这个是橄榄油，好，胡椒盐，然后茴香，重点在这个茴香哦，看清楚。然后这个是高汤、太白粉，这些呢就是今天的这个双茄风味的所有材料在这里。各位朋友，我们仍然呢邀请我们喜师兄啊来为我们示范这道美食。谢谢。好，喜师兄，那我们这个展示一下，这个是属于比较欧洲哈那一边的一个料理哈。那这我们这个番茄哈，还有这个茄子，我们就把它融入一个名称叫做双茄哈。好，那我们这个要把这个牛番茄把它切成哈片厚片的片状哈。因为其实牛番茄，台湾的牛番茄非常香哦，相当多的，对对对。所以牛番茄的来源还不简单，所以要在阳光下长大的哈。对对对对。好，好，再来切茄子。好，茄子也是很棒的东西哈。好，茄子哈，把它对开。啊，对开，然后切断。切成条状。对，这样就好了。可以了。因为这些切一点示范而已嘛，因为那边有一些半成品哈。对对对。好，请徐老师示范。好 ，OK， 来，这个是太白粉，太白啊，不是面粉，面粉哦，对，没有太白粉，刚才应该有人说用太白粉嘛，因为太白粉它会有粘着性，哦，比较没那么好，对对对，所以我以前不知道都用太白粉，我今晚再也不玩哈，对对对，好来，好，这个我们油放一点点油，少许的油哈，对。好，那我们先把这个茄子先把它煎，再煎一下哈。好，这个茄子用煎的，实在是台湾难看，慢慢走。我们把国际的那个美食带到台湾来，尤其是素食更不简单了哈。对，感谢徐老师这么用心。谢谢，不会不会。因为徐老师，各位有这个好姻缘，我有这个姻缘哈，蛮不错的，我是很荣幸哈。对对对。好，我们放一点胡椒盐在里面。你又是国际素食哦，不是干那素食啊，那样是国际素食哦。对，大家要下摆看正面电视台素食是跟别人无同款的啊，都把国际的都带进来的啊。你看蓝带的高材生哈，已经在我们这里教了，真的是太有福报了。好。他说：“为什么要番茄要煎过？你知道吗？”请徐老师来说明。煎过的话，它有茄红素会出来哈，因为我们是生的，它养分比较没有那么好。这样子。对对对。把它逼出来就对了。对对对对。这很好很好。好，稍微煎一下就可以了。好。好。
撒上一点胡椒盐。对，好好好，这样很棒哈。然后茄子也是同样这样做吗？对，茄子也是一样。啊、那茄子我们就是要多加一个面粉啊、哦，把它稍微沾一下面、哦就。就是沾一点面粉。对。啊、哦、啊，沾面粉用一起的多一呢？它可以快速的那个上色。哦，在煎的时候快速上色。哦哦，安那样。对对。这胡椒盐应该撒，先撒一点，让它有、哦、有里面有点嘛咸咸，对吧？嗯。个胖胖咸咸哈，好嚼胖那个在哈。这个盐的有点咸咸的哈，咸味哈，比较不腻哈、哦。对，提味出来。好，嗯。好。哦，这个叫煎茄子，那台湾人弄出叉叉，安好啊，对不对？对对对。哦、所以这个国际级的不一样。它是用煎的啊、嗯哦，煎的它有另外一个香味，这样子。好、嗯、好、哦哦、对。咦、欸，我嘛不听人讲，叫用烤的。哎、欸，有。烤茄子，这也是、啊，我好像以前看过一个美国人在烤茄子，哎、烤的很好吃呢。对，茄子都是说跟一些，嗯，哦 ，cheese 啊、哦、来烤的，相当好。啊、哦，茄子烤 cheese， 跟 cheese 去烤。哦，安内哦，对，有一面请徐老师再过来跟我分享。好、哦嗯、好。那也物件足济，咱拢慢慢啊改，哎，请他哈、哦、贡献出来哈。哦供应大家有这个机会，这样子有面粉，它很快就上色。哎，对对对，很棒很棒，按的差不多了嘛，哈，好就可以了，因为还要再调味料再去煮过嘛，哦，安尼就袂歹了啦，对，好可以的，好，这里 OK， OK， 先不用排盘嘛，哈，这先放在这边而已嘛，哈，我们还要煮够，哦，来，好。好，那我们的最要关键哈，最重要的关键就是，我们等一下用那个茴香，跟一些调味料把它烹调出来啊。茴香大部分拢用在西餐，是不是？其实这个茴香哈，它我们台湾有一种茴香啊，茴香啊，那个它的籽哈。那就是茴香，小茴香，来做烹调我们的一些料理这样子。所以大家认识一下食材，因为这种茴香我们在素食里面也是常常会用到。有人看不敢做，因为好像我来讲，这种的料理是有限的，我不敢随便放在哪里做。今天跟老师学，好。你是橄榄油少许，不要太多油。好，我们的芹菜。芹菜哈，芹菜已经切好的芹菜末芹菜末下去炒。哦哦，用芹菜哈，就放了芹菜末。还有我们的姜少许。哦，姜末，不要太多，姜末有一点哈。好，这样子好。好。然后，哎，旁边芹菜皮就旁边都炒出来了，哎，对对对对，真的很棒。我们加入我们的那个茴香，茴香哈。啊，一匙就够了哈，因为它味道蛮重。好，你当修嘴哈，好，来，把它稍微微炒一下。嗯，哦，茴香味都炸出来了，哎，有香味了。哎，有有。然后，好，再番茄酱。番茄糊嘛。不是，这是那个整粒的番茄，番茄罐头。哦吼，你是买迄个番茄，煮了落去，落去炒出来的对。一般哦，它是来做那个。哎，那那红酱，意大利红酱是用这种油果，哎，好好好，好，好，番茄的香味也出来了，对，然后再应该放高汤了，对，高汤，你在黑了吗？弄黑了哈，一半，OK， 好，来看高汤，好，就开大火一点哈，让它煮开，好。哦啊，这就刚刚做披萨酱同款。哎，对对对，这披萨酱会使安尼做。嘛是，因为披萨是无放这个茴香。茴香，对对对对。啊，如果说其他应该都差不多。对对对，其他差不多。对对对。啊，那么做披萨酱安尼啊，卖葱茴香啊，就要做披萨酱，恰恰嘞。对对对。披萨酱的，啊，你到哪里买？在锦衣晚上啊。对对对对。好。好，煮一下，煮开了，我们就把我们的煎过的茄子下去，通通放下去，是不是？去煮，让它入味。哦，让它入味。啊，这面的对。这面，这因为咱煎过要迄落，会完整，因为你煮的都烂去啊。好，这样子，好。好。啊，这安尼煮得。安尼煮，炒煮两三分钟就好。好，安尼买紧紧的，安尼啦，唔当做分开。好，放在这里。大姐可以帮我们先。哦，把这个
茄子啊，哈，那番茄哈，这个番茄可以先把它摆盘这样子。好，你摆这我看。小花那床底哈。好，小它的床底，两面。两面。啊，中放茄子是不是？安好，安尼好，两面。神煞乌嘞，谢谢。漂亮，漂亮。谢谢老师给我机会哦。好，煮一下，我们最后呢，也是再放一点点胡椒盐。胡椒盐。再放一点点下去。哇，这个看起来就还没完成，就觉得好美哦，好美哦，感觉好美哦。还刚刚啊，看之后哎，这水耶。还有最后面，我们还有一个两个东西哈，就是巴西里的帕塞里哦，帕塞里的水哦吼，一点点哦，加水加水。还有九层塔哦，九层塔丝，把它放进去来煮一下。哇，这摆起来就水耶呢，看嘞就水耶呢，颜色都看起来就很过瘾。出来了，这样就好了嘛，是不是？出来了，好了。哦，这么简单，看得到，这盘真水嘞。OK 了，嗨，摆盘。好，摆盘，来。好。好。就这样子，然后重叠。哦，这样子哦，这个真的。这才是大师级的，就是这样哈，连每一个美的哈，都把它弄得非常的好，不会说啊，美工啊呢啊煮煮的曲折都叫安尼都好啊，吼，这正经讲用心就是伫遮啦，用心啊，干那看菜就知啊，哈，哦，这非常有特色，这行菜看起来就有喜气呢，红色的哈，紫红色的哈，紫哦，这配个就喜气的呢哈，爱滋的面了嘛，是不是？等一下我们淋上去就好。哦，安尼哈，淋一点汁。哦，这样子的，非常的水，好，这样就完成了，大功告成，哇，别开始水哦。好，这个汁我们就淋在上面哦。哦，这盘真就有喜气耶，非常非常有喜气的感觉，非常好，嘿，非常有喜气的感觉。在这里，你看，难道我们可以画个蓝带？蓝带带回来台湾，对，哦，真的很棒。好，那我们这个好了，最后我们就有一个弄一点盘饰，简析身材给他做个盘饰，让他看起来会更好一点，感觉。哇，你画龙点睛，对，好哦，这道菜已经完成了 ，OK， 谢谢啊，我们的这个许师兄哈，各位菩萨，你学会了吗？最后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茴香双茄风味食材。牛番茄、茄子、九层塔、番茄糊、芹菜、姜、巴西里。调味料：橄榄油、胡椒盐、茴香、高汤、面粉。做法：一、将番茄剖半切片备用；二、茄子切5至6公分，再切对半。撒上胡椒盐，沾少许面粉。三、将番茄片及茄子分别稍微煎过，并撒上胡椒盐。四、热锅后加入橄榄油、芹菜末、姜末、茴香末、番茄糊，微炒后放入高汤，大火煮开。五、放入煎过茄子。让其入味，约2至3分钟，撒上胡椒盐、九层塔丝，再煮一下。六，盘中摆上番茄，再放入煮过的茄子，淋上酱汁即可。
食好主义，美味有创意。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收看今天的素食好主义。啊，最近国内啊连续传出食品安全的问题，让许多啊这个家庭主妇啊很伤脑筋，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油比较安全呢？才不会吃到缩水油？哦，这个部分啊，素食啊问题就比较少。因此最近素食又被许多人所重视，其实健康美味的素食更能满足现代人的需要，尤其应用在地的好食材，无添加人工的化合物，掌握做菜的秘诀，这样就可以煮出有创意、营养及美味兼顾的好料理。像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两道西式的美食就具有这种特色啊，各位菩萨看得清楚哦，让我们一起来收看下面精彩的节目。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一道美食叫做罗宋蔬菜沙拉，也是很棒的一个健康食物。好，我们来看看，来认识一下食材都在这里。好，来，好，这个是马铃薯，然后这个是那个红萝卜，这个是那个卷须的生菜。好，然后这个酸黄瓜，然后这有这个是柳松菇，好，在这里有松菇啊，那个甜豆，好，那个毛豆也可以，都可以哈。这个是紫色生菜、罗曼，就这一些。然后呢，请看这边啊，沙拉酱，然后盐，好，然后这个是橄榄油，这是匈牙利的红椒粉，哈，啊，这个是那个黑胡椒粒，然后酸黄瓜，然后这个是那个芹菜末，啊。这个胡椒盐，那个是排骨里的碎，就这样，这些做起来就是一道美味的生菜沙拉。哎，接下来呢，我们一样邀请到我们美食专家许师兄。许师兄真的非常棒，他还到过那个蓝带去，听说是蓝带的高材生呢，所以我们很有幸请到你哈。谢谢。那来为大家来示范这一道，好不好？好，请那各位阿弥陀佛，大家 好。那我们今天做这一道就是罗宋蔬菜沙拉。好，这个我们就是有一个那个芹菜，好，芹菜我们用台湾芹菜就可以了，比较香哈，比较香，而且它会提香味会比较好。那我们把它切碎哈。把它切碎，好，再来酸黄瓜也是一样，把它切碎，好，这样子，好，还有巴西里一样，把它切碎，好。巴西里，我们台湾很多人都不会用，那我们咱们从刚才做盘式啊，其实巴西里应用各方面都非常棒，很多很多铁质的东西，蛮不错的铁粉。好，那我们再来就是把这个蔬菜啊，像红萝卜跟马铃薯。哦、我们可以把它切成丁状，哦、然后穿烫一下嘛，对不对？对，要穿烫、哦，要煮熟、哦、煮软，好、哦，煮熟哈，嗯，好，好这样子，我们就把它切成厚片，差不多0.6公分，好、哦，大用了，大用了，大用，啊，切成条状，好、嗯，然后再，好，切成小四方形，小四方形，丁状，哈、哦，丁状哈，小四方形，好，嗯，来。虽然讲是爱做美观，但是咧头尾嘛唔敢偏掉啦，哎，那一定爱洗胡的呢，对哇哈。其实这个头尾我们可以拿来做煮高汤，煮高汤很好，对对对，我们都不会浪费掉的。对，煮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一点点，加一点盐，盐，嗯，这有什么好处呢？请这个加一点盐哈，它下去它可以防止那个养分，它的养分流失掉哈。哦，会记哦，会办啊，啥什么青菜还是讲。好，也是讲撒红萝卜，想让会使先直接盐吼，防止它养分流失。哦，阿哥来，咱就这个青豆仁哈，青豆仁它这个是要焯也穿烫一下，穿烫一下，让它颜色更漂亮哈，这样子。啊，沙姐在泡冷水吧？要，好，看颜色，看冰水哈，冰水可以喝的水，就是这样，把它
通常老川烫的吼，拢爱泡一下冷水先。对对对。吼，安尼冰水啦，冰水泡，哦，啊，看就足翠绿。翠绿，而且好看。好。对对对对，安尼好，安尼有你遐有一寡都完成的半完成切好的半成品，穿好的哈，穿戴好。这么漂亮。哦，对对对。白色就是白色的。哎。绿色你看哇，这么漂亮。好啊。啊，这个是什么？哦，这个是那个罗曼啊，好，对，罗曼，我们就把它切成那个用其他的心切成小叶，来做它的装饰。好，好，这样装饰你要用什么形状的晒啦？不用，不用什么形状。嘿嘿嘿，看你，无论你做边，你更加赞美晒。对对对。所以讲这是做一个哈示范，所以举一个例子而已。好，好，好，那我们这个来穿戴好，好，穿戴好了，我们就。啊，这穿烫的时间差20分钟，好，15分钟到20分钟就可以了。哎，因为红萝卜的话，红萝卜穿烫要比较久一点。啊，那是这青豆，唔通穿烫要久哦。青豆差不多我看3分钟、5分钟差不多啊，两分钟就好了。两分钟，两分钟。我那唔买两个工序过程，要变包裹起啊。好啦，好，请示范来。OK， 那我们这个来，我们就要来，好，这个已经材料都准备好了，我们就可以来用拌的，哈，拌的方式来做，把它拌好。嗯，好。你要什么我提下你。好，我们要这个先下哈。好。马铃薯它的量比较多哈，比红萝卜多差不多3倍的量哈。3倍到4倍都可以哈。因为马铃薯蛮好吃的东西。对对对，而且营养又非常。对对对。其实这几样营养都非常。红萝卜这个都是熟的哈。都是熟的。其实它红萝卜跟马铃薯的烹调时间差不多一样。因为它们的硬度一样，好，好，来，我有点研究到硬度都研究，对对不简单，好，哎 ，OK， 这个好了，我们就放我们的酸黄瓜，好，酸黄瓜，酸黄瓜一般拢都买看西餐店，在我们那个西餐的那个原料都有，一些现在目前大卖场都可以买得到，来，芹菜末，芹菜末我们来，放放下去。好，芹菜末，来，来，好来，好，再一点点的巴西里，还没再再回来吧，哈，来，点嘛，点好，提味呢，你要嘛，提味哈，再来，这是匈牙利红椒粉，它是一种，甜椒，哈，一种椒类，甜椒类的东西去把它风干，风干后再去把它磨成粉，所以说它不辣的。哦，这不是像咱咧细条迄红辣椒无啊？哦，难怪我想奇怪，安奈无？对对对。看色水这水，安奈拢无香。嘿，无香，对。好好好。好，再一点点黑胡椒碎。黑胡椒粒，哈，这个是黑胡椒碎粒，取量都取哈，取量哈。好。再来我们的，这个也是最要的关键哦，它是魔法师哈，就是胡椒盐哈。胡椒盐就对了哈。我们要用到这个东西就好吃了。哦。所有的调味都是很天然的。你讲比例是12:1，对不？对对，盐12，对啊，那个胡椒一，白胡椒粉一，就是做胡椒盐。对对对对，我爱记这个，是爱记这个。哎呦，当然哦，无记起来吼，伊个做出来比跟你做无同款，差太多。好，再来我们这个美乃滋，好，可以放一点点，先放。我们可以先取量，取量，不要一下子放很多。那你觉得说，量可以就我们就可以了，就不要再放哈。好，那我们就这样子轻轻的拌。嗯，哇，你看拌起来它的颜色多好看，你看。这一款的真足健康，够足足哈，颜色够足水耶，各种颜色都有哈，不错不错。哦啊，这一些就是啊，汤刚刚穿烫的这些只是给人家看，知道是哪些做成的这样。对对对对对。这样我这样就完成了，是不是？这样就你看，哎，就简单了呀。这样，美乃滋这样就够了，不用不用再放啊。对对，就这样子。哦，这样按，按袂歹。嗯，按得好啊嘛。对，按得好啊，要拌均匀的。好，按就简单，就简单嘞。对。是要传出了，感觉较侪就是了啦，哈。对对对。啊，其实这料嘛，拢足平常的咧，嘛袂浪费，嘛袂安怎咧，哈。嗯。一几点嘛，哈，只是感觉很多种啊，其实也不会。不会。哎，还蛮好做的哈。好，那我们来摆盘喽。好，请来看示范一下。哇，它的容器都准备的那么漂亮。这个好。那我们这个有生菜哈，我们可以用一些的生菜把它垫底。色香味俱全，颜色更好看。
好，安尼哈，谢谢。哦，这样子。哎，好。好。来，这样开，开了给一下。嗯。安尼哦。哇，你看，甜露，我们这个这个碗里面。这个梅花的碗哈，好漂亮，你看。嗯，真是有用心无看下就知啦哈，有用心无看下就知，所以哈，嗯，西餐跟中餐无同款的，就是。就是安尼哈。我咧看，感觉哦，安尼，人拢足卡的哈，非常的精致，非常的巧。嗯，那配啦，配颜色啦，配什么都配得非常的好。对，而且哈，色香味都很好。对。哦，确实无简单，哎呀，隔行如隔山，这个完全唔来。好，那然后呢？然后呢？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啊，柳松菇。嘿，好，我们等一下把它煎一下。好，好，再来我们这个把它擦一下。嘿，哦，还个做造型啊，这中餐我拢未晓。擦一下。嗯，哎，很棒，感觉这整个。气色拢无共去哈，感觉讲嗯，较有美审美观啊，嘿，真的很棒。好，我们用一点橄榄油哈，一点点嘛，奶奶嘛，哈，好，哦，安尼袂歹，安着去煎一下哈，把它煎一下。哦，这是很快哈，很快，确实哈，啊，看得无啥物，不过做开来拢足水，哦，啊，佫真好食款，嘿，真确实很。这个喜欢假精致，精致，精致假，真的是吃精致的，不是说哦那种暴食暴饮的哈。对对对。看，慢慢的哈，把它改成哈，嗯，做东西就是要精致，精致，然后让它整个吃是一种艺术，对，把它艺吃的艺术把它强调出来哈，哎，相当好。哎，差不多了，哎，好，就是煎一下就可以了哈，让它有。稍微上色就好了。哦，安尼哦，嗯，每一个搁摆个架碎掉安尼，哦，真的是不简单，不简单。哦，安尼色香味呢？嗯。哦，这实在，还是甲一般的主菜，较像咩无同款。好，安尼好。哎，安尼就好啊，哈。啊，这盘完成了。完成了。哦，这个赞。赞。大家来试看麦。罗宋蔬菜沙拉，食材：马铃薯、红萝卜、绿卷须、酸黄瓜、柳松菇、毛豆、青豆仁、紫生菜、罗曼生菜。调味料：沙拉酱、盐、橄榄油、红椒粉、黑胡椒粒、酸黄瓜末、芹菜末、胡椒盐、巴西里碎。做法：一、先将芹菜、酸黄瓜、巴西里分别切碎备用。二、将红萝卜、马铃薯切四方形丁状后煮熟。可加少许盐，避免养分流失。三、青豆仁以滚水穿烫后冰镇备用。四、将罗曼生菜切成小片叶备用。五、取钢盆放入煮熟红萝卜、马铃薯丁、青豆仁、芹菜末、酸黄瓜、巴西里碎、少许胡椒盐、红椒粉。沙拉酱后稍微搅拌。六、取一配菜盘，先垫上紫生菜，再将上述拌好食材填入。七、再放入煎过后的柳松菇，交叉装饰即可。大家好，接下来为大家各位介绍的这道菜叫做，毛豆浓汤哈，食材在这里，请大家注意这里，好，这个是毛豆，好毛豆，然后这个是
哦，那个马铃薯片，哦，我们已经切好的马铃薯薄片，啊，这个是姜末，啊，然后这是芹菜末，然后这是啊，这个叶子，这个叫做叶桂叶，啊，百里香，啊，一点点，这叫百里香，然后这个是杏鲍菇，把它切成条状的，啊，已经半成品，切成条状，这些就是食材，然后呢，配料在这里，啊，橄榄油，啊，这个胡椒盐，然后呢 ，parsley 哈，帕西里碎，然后这个是奶油哈，那这个是鲜奶，这样是全部的食材，请大家注意看。哎，同样的呢，这次我们仍然邀请到我们徐老师，徐师兄，你好哈，嗯，那大家好。那请徐师兄来为我们啊，这个示范这一道哦，那个毛豆浓汤，好吗？请。OK， 那这个毛豆浓汤哈，我们就是用啊，我们台湾种了很多毛豆，那我们就是把这个毛豆来好用稀释的方法来把它融入我们这个，嗯，我们本地的菜肴这样子哈，嗯。那我们就是毛豆，嗯，我们有这些哈，哦，好，那我们就是把它先用奶油。好，把它加热一下。好，加热奶油加热，哦，就用煮的就对了，对，是不是？要炒，哦，嗯，要煮的。把它炒一下哈，哦哦。这样子哦，奶油跟我们那个叶桂叶跟叶桂叶来百里香哈，你这样要什么就跟我讲什么，因为我不大清楚啊这个西式的东西哈。好，再来我们的姜。姜哈，姜末。哎，这个姜稍微爆香一下就好了，不要太久。哦，这样子啊，哦。对，少许就好。哎，好，好，再来。芹菜。好，再来。好，芹菜可以通通下了哈。嗯，通通放下去哈。好，这个我们。好。啊，稍微这样给它拌炒一下。哎，拌炒一下哈。嗯。好，哦，用这样子的哈。对，拌炒一下哈，让它有香味。好，我们煮一个高汤，就是蔬菜高汤啊。哦，这个蔬菜高汤很棒哦，很香哦，哎。又加上那个肉桂叶，加上这一些哈，对，在我们的豆，好，毛豆倒下去煮，毛豆就倒进去，汤汤把它倒进去。好，那这样煮要大概要煮多久？这个这样煮的话，大概我们煮20分钟到25分钟。20分到25分，猪肝还软的对哈。对，猪肝好嫩，好软哈。跟马铃薯片，好也放下去一起煮，对不对？对，好，就这么简单。我们加那个马铃薯下去哈，它整个比较浓稠性，那个豆。那个毛豆跟打出来的话，它会有粘稠度哦，就不用免勾芡的，对对对对，有粘稠度，还有就是说它的绵密度会比较好。对对对。因为现在当然研究都是健康食材，尽量不用勾芡啊什么的。对对对对对。好。好，那这个我们在煮当中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有一个配料哦，就是杏鲍菇。杏鲍菇哈，我们把它切成小丁状啊，小条状这样子。好，那我们等一下把它炒到金黄色，这样子来做它的配料。那有的人说用面包碎也可以，是不是？对对对，面包碎也很好。那个人家，哎，那个是不是那个所谓的吐司面包切下的那个，还淘过边啊边边去炸过，有的去烘过哈。也那个也是可以，好，而是说你整片吐司来抽切条状，再拿切丁状这样子。哦，我是听说那吐司那个淘过，我们都不会浪费掉东西，就怕剩哎哈，就该用了可以哈。好，这样子啊，好，来，这个油在这里。那我们就要放一些橄榄油。嗯，好，一点点的橄榄油。好，锅子稍微加热一下。嗯，这个菇经过这样煎过的哈，就很香，香，嗯，而且都没有那种菇的味道。对对对对。好，这个可以煎。好，煎。哦，一种还是就精致切，你看每一条好像都一样大小呢，这么简单。把它稍微煎一下。啊，假设我们在家里，我们把它切成小丁也可以，也可以，抽四方丁也可以，小四方丁也可以嘛，不一定一定要条状。对对对对对对。哇，这是摆在里面是不是？嗯，这汤等一下打好了，我们打好足够了，调味好，我们就放到我们那个盘子里面，碗里面，好。好，这样子哈，好。哦，这样哦，香味都跑出来了。对对，你看哈，有那个颜色出来，金黄色。哎，对对对对对对，这样金黄色都香味也出来了，金那个也出来了。好，那个是很棒。
那比如说像这样子来讲哈，有人讲爱用钱的较紧啦，用钱来上班啦。哦，安尼钱会使袂？用钱的，不过钱的油太油腻了，哦，因为太油腻。那煎是我们取少量的油去煎，稍微把它翻动一下，让它均匀一点。对对对，哦，安尼就差不多啊嘛。对对对对。好，来准备了，准备了，准备要，哎，准备要打字了哈。嗯，好，好，那个，哎，有困难没？哦，好，这个大概时间呢、啊，这样大概时间大概，哎，我们顶多是十分钟而已嘛，哈、嗯、啊，但是咱来你厝呢，有时间咱就做较久。时间，嘿，较久。哎，对唔对？嘿，时间就做较久一些。因为你爱好豆啊，爱好嫩。嗯嗯。哦，要让它软化哈。嘿嘿嘿。打起来才会变成泥状这样。对对 对, 对。好，这个我们再加一点点，啊、我们的巴西米啊。排水，哎，对，啊，这样，哦，啊，你看胖紧不紧？对，啊，够颜色哦，让它整个颜色会比较好看，你看，哎，对对对，它那个真的，它会粘着，哈，粘着在上面。啊，那像安尼的时阵，若讲纯粹无爱创个汤个咯，创安尼的时阵，啊，改也一罐迄个胡椒盐落去，安是不是在做干丝？哦，也可以。我感觉你刚刚袂歹食的哦，我有点小聪明，对不对？好像说，哎。我们可以做成那种，哎，这样一道菜，对，然后撒上胡椒盐，对，相当好，多加个健康，嗯、对不 对, 对？好，那我们这个有一个叶桂叶哈，还有把它捞掉，哎，叶桂把它捞掉，嘿嘿嘿，好，叶桂可以捞掉，好，那我们就干脆把这个拿过来，拿过来，比较安全，哎，拿过来，哎，怕安全，哎，看来就放去打一打，对。调味调在里面一起打吗？哎，调味也可以啊。调在里面一起打，还是到里面去打，还是打好以后再来稍微煮一下，都可以，都可以。应该煮一下也可以嘛。对对对，我们是比较倾向煮一下，它整个口感会比较好。好这样子，好好好。啊，你泡汤啦，像安尼泡好的时阵哈，你若讲一般情况下过筛比较好啦哈。啊，咱若不爱过筛会使袂？不爱过筛，靠。较粗啊，你啊，嘿啦，较无遐好食，吼。好，安尼是吧？好，咱拢是讲啊，师傅啦，哈。对对。啊，安尼先关麦，我听到，我听到，稍等，稍等，来。好。安尼先等一门，哎，刚刚好，刚刚好。好。啊，大家看这里哦。因为它有，若是你们煮的时候哈，要热度太热的话，要稍微盖一下，再盖一下。好。好，这样盖一下，好，压着。好，慢慢慢，从小开始，哦，这个不错哦，哇，越开越快，越开越快就对了，要越开越快哈。哦，啊，家里面的那个百里香也把它打，对，可以打碎。没捞掉的，等一下我们要过筛。哎，你看个的够够啊嘞哈，好像有一些龙头度了。对。可以的。哦，可以的，好，完成了，好。来，那我们来过筛。来，周姐帮我倒哈。好，来。哦，安尼其实呐，安尼差不多嘛，袂歹，其实嘛免先过筛。这干嘛要捞掉？我觉得有一点可惜耶。没有，它过筛通通可以过下去。过也过吗？哎，通通可以过。哦，对哦，用就是一些比较那个硬的一些壳哈，它会比较。因为咱的容器并无足大的，安尼先过着，安尼好吧。先用一个分量，这样就好了哈。好好。嗯，那这个先把它放旁边。啊，第二个煮烧一下面。各煮着哈，各煮着看好了哈。再煮一下，我们要放鲜奶油跟盐巴、胡椒盐。哦，按调味就够啦。好，你看这鲜奶油。哦，我以前去西餐厅吼，足爱食这道的，你知啊？啊，我都唔知要哪做，拢无机会通去学，啊，我今日机会来安尼。感谢徐老师，哎，让我赚到了。赚到了。哎，让我赚到了。嗯。好，这我调一下哈。嗯。这样可以吗？可以。会不会太少？再一点点。再一点点哈。好。OK， 可以够了。好 ，OK， 好。好。足香啊，足香啊。哦。好，你看这样煮起来，它的浓稠度对，刚刚好，都没有放，都没有放太白粉，对对，很赞，原汁原味的丢了。好，这样煮开就可以了。好，今天今天实在是最后来，对，来
就可以直接倒了嘛哈，来倒在这里，没关系啊，看这样直接倒在这里，因为这个容器并不是很大，没关系哈，我们有需要的话，对，加个一半的呀，好，那等你过来做啊哈，再加上这个刚刚啊，我们炒好的啊，杏鲍菇，这个杏鲍菇，哦，就精致的嘞。简单个精致，简单个好食，嘿，简单个好食，够有营养，对，很棒。哦，好啦，你跟人家的料给过来，好，我们这一道呢，就是毛豆浓汤，对，好，谢谢我们的美食专家、美食达人许师兄，哦，真的是各菩萨，你们学会了吗？最后让我们再来重复的回顾一下，下次再会，好。毛豆浓汤，食材：毛豆、马铃薯、杏鲍菇、肉桂叶、百里香。调味料：奶油、芹菜末、姜末、巴西里碎、鲜奶、胡椒盐、橄榄油。做法：一、先将毛豆穿烫后冰镇。二、热锅后加入奶油、肉桂叶、百里香、姜、芹菜拌炒。三、加入高汤后倒入毛豆、马铃薯片煮至软化。四、将杏鲍菇切成小条状，煎至金黄色，加少许巴西里碎。五、将汤中肉桂叶捞起，以果汁机分段打成泥状，细网过筛后微加热，加入鲜奶油、胡椒盐，煮熟后置盘中。六、将煎过杏鲍菇置入盘中，作为装饰即完成。打开生命电视台，梵音妙语时时闻，菩提花朵处处开，弘扬佛陀众善法，慈悲喜舍乐开怀。各位菩萨，阿弥陀佛。生命电视台是世界性的生命大道场，弘扬佛陀所有正法，放生、护生、吃素、念佛、诵经、持咒，帮助贫穷、造佛像、造佛塔，各种正法的国际世界大道场。所以希望你也来参与，也更期望你来护持，让这个国际世界大道场能够弘扬佛陀正法，能够帮助更多的众生。更感恩各位不断的护持跟关心，阿弥陀佛。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